拉壓，明唔明？都係咁，對住壓 shoot， 我哋右手都係屈住碗噶啦，打開係咪啊？喐壓 shoot 得唔得？喐唔好俾自己企定，係啦，壓 shoot， 明唔明白？好，大家好，又是我 Coach 灰啦，又是新的教学片。今日我哋讲接球投篮，讲咗传球，讲咗辅助手。咁我哋再讲我哋点样如何投篮接球。首先，我哋最少最少学嘅嗱，我自己啊学咗二十几年篮球啊，最少学到嘅就系传球同接球。所以我好想讲今日就要讲传球同接球。接球。在我哋投篮得分呢个过程入边，唔系投篮啊，系投篮得分呢个过程入边，我成日讲嘅，佢系占咗你80%。喺我成个球员生涯入边，虽然短短十零年啊，十年入边最令我困惑嘅就系接球投篮，我做极都做唔好嘅，系呢个系我当年喺球员入边，我觉得我最弱嘅一项，所以我用咗好大嘅努力去改善呢一点嘅。即是你 catch and shoot， 尤其跑动的 catch and shoot， 你是很难令自己射得入，但是你看 NBA 球员，或者你看即是我当年打的时候，我看到啊，为什么人家这么容易做，我做极都做不到的呢？所以呢，在我练习这个核心技巧之后呢，我也都开发了一个接球投篮的技巧的。我今天就要讲这件事。好了，我们首先搞清楚一件事，我们拥有什么接球的知识先。你有什麼對接球的知識、技巧的資訊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我教你的。還有呢？我教你的。還有沒有其他人教你的東西？你呢？好，我們一般又用回小學生的階段，因為通常教傳接球都是小學生多，去到中學就很少教傳接球。你打中學的時候有沒有人教你傳接球？真的沒有，他叫你傳接球而已，就沒有教你講怎樣傳接球。 OK， 我以前我們學就是打開隻手，掌心向外，個球來到的時候，球我就可以揸住個球了。這個之前都講過是不得的。點解啊？呢個係小學生用嘅啫，因為喺小學生佢哋比較容易受傷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教佢咁樣接嘅，因為佢唔用手掌去接嘅話咧，佢會篤魚蛋，好容易篤傷，而且小朋友嘅手咧係特別易斷骨嘅，因為發育未完成。所以我哋一般嗱有原因嘅，以前我哋係咁教，但係你長大咗啦，亭亭玉立啦，啊呢啲叫高大威猛啦，系咪？咁呢个时候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唔会再咁接噶啦。我哋通常就会擘大只手接两个波嘅外侧，好用边 part 接咧？呢 part 接系点解你会用咗手指接？冇，简单啊嘛，你抓住个波啊嘛，系咪？好啦，用手指接有啲咩唔好？捉实咗个波有咩唔好？不是，主要是鎖了個碗，你自己試一下，你用手指抓住個球的時候你會鎖碗，你就落不到碗，你就變成成日這樣。你看到有些人射球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落石揸死了個球。所以我說不要抓球，要用輔助手上來的，不可以抓球，因為會落碗，落死了個碗。 OK， 我們接球第一，我們不可以落死個碗，我們接球不可以用手指接，因為你不可以用手腕發力。我們要怎樣接呢？右手是呈现一个屈腕的状态，因为很多人都说看不清楚，我再讲多次究竟是什么的屈腕状态。我们什么屈腕接球呢？就是先将只右手你投篮的主力手拍在大髀，早知你永远都是的，你一拍大髀外侧，你的手腕一定直，听不清楚，一定直。 OK， 好了，直手腕，然后左手揸住个手肘，不要给它动，向上接曲。嗱，呢个时候你会见到你嘅手腕喺直手腕状态咧，手指弓同呢度系成直线嘅，会变成咁嘅。千祈唔好拉出嚟，
因為當你投籃的時候，如果呢隻手指公拉出嚟咧，佢會將個波直接推走嘅，你就會甩手噶啦。所以我哋係形成一個 like 嘅狀態，讚好嘅狀態。手腕係形成一個球體球狀去貼合個球嘅，向後屈好啦，降翻落嚟喺心口嘅位置，你就會變成咁嘅姿勢。呢、这個就係我哋主力手嘅時候屈腕接球 ，OK 係啦，就唔好向下，向翻上少少，因為我哋接球，接球之後我哋會壓下嘅陣間，因為我哋壓下，我又係核心下壓接球嘅。好啦，一個重點啦，兩位，重點就係左手向住呢度，係啦，身前肯定係接唔到波嘅。你啱啱咪射極都唔入，輸俾 CM 就係因為。呢度夾住咗，係咪？記住打開個胸，咁樣。而家個胸打開咗。咁打唔開，嗱咁啊呢度胸冇打開，打開個胸，即係加拿大打開，手打開，係啦，咁樣，咁嘅姿勢形成一個咁嘅姿勢，呢、這個最基本先，我哋有右邊接波嘅，右邊接波陣間都會有，我哋先咁先 ，OK， 跟住好啦，令正對住個框啦，我哋核心有下同上嘅，壓下你識啦，係咪？試下將個核心向往上啦。當你練習得多核心力量之後咧，你係可以將佢往上嘅拉上，拉唔拉到上？係唔緊要，拉唔到上都唔緊要，下盤往上係啦。個波嚟嘅時候壓下接波，準備嗱打得唔夠開啦，係啦，波壓係啦，飄唔飄到？係咪好快啊？是不是没有任何调整啊？但是你看着了，又收埋了你的手。这个就是辅助手问题。OK， 打开左手先，先练习打开左手，波压。是啦，是不是发觉你只需要落腕，个波就入的了。是不是是不是很正态再来了 ?Muffoot, 是啦波。Good, 再来交压打开左手压是啦。Good, 再来打开左手是啦停左手不是这样向前记住左手是这样。打开一点会比较好。记住我们右手接球的时候不可以伸前。重点不要伸前我们不可以伸前接。明白，我哋系咁样，波压落腕就系咁简单啫。波压落腕，因为我已经喺前臂准备好晒喺前边，完全准备好晒波压落腕，系咪？睇多次波拉開係啦，壓嗱 CM 交歪咗嘅呢球唔緊要，交歪咗嘅話，記住我哋接球，我哋比賽嘅時候隊友交都會歪嘅。咁我哋 ready 咗之後交歪啦，係啦，我移動我哋嘅身體，明唔明白？唔好諗住喐隻手，盡量用個身體就明唔明？你先會穩定到你嘅投籃嘅嗱，所以我哋盡量打開左手，就係、是、叫佢交呢度。盡量而佢都特登交呢度，咁你知有幾 friend 啊？波壓
投籃，得唔得？遠都係拉開波，係啦，壓左手升起，右手投籃，得唔得？哇，腳好痛。系啦，左手拉开，左手升起，右手投篮。因为当你打开咗个胸，你波你更容易波。嗱，你睇住咯，嗱我接球嘅时候，记住接球唔好伸完只手向下拉，向下压。我哋向下压个波会停噶啦，用尽力。系啦，压个波会停嘅，抹翻阔只手，记住望住个波。我哋呢只手系咁嘅，我哋压个波顶。我哋掌心都仲系向紧出面，我哋唔会笃鱼蛋。你记住个重点就系，你嘅左手要望住波嘅外侧，右手尽量攞波嘅两侧波，系啦，压 shoot， 明唔明白？压落去，然后 shoot。我哋就算跑住波，都系 keep 住压射，明唔明？你会好稳定嘅波，压压射，得唔得？再嚟加油，我要入多啲，系啦。压射得唔得？压压 shoot， 记住唔好伸直只手接波，系啦，压射你会定好多嘅，诶、哎、炒啫，你会定好多嘅，清唔清楚？试下。我哋先练习中距离，唔使一定三分住，好冇？先练习中距离，好啦，先练习下压接球，升高重心，系啦，只脚唔好俾自己企定，系唔好企定，得唔得？我其实唔太建议射罚球嘅，褪下一步，得呢度唔系罚球啦，冇人喺度射罚球啊，系，我哋射中距离，波 ，good， 一 go， 压压，系啦。用掌心，用掌心接，系啦，抹寬壓，系啦，呢球好靚，但系左手舉唔起，左手再打開少少，系左手再打開少少，屈碗，屈住個碗，系啦，壓 ，good， 再嚟左手都係左手尾，主要係。用核心，核心接，系啦，嗱呢球用到核心啦，再嚟，核心接压，系啦，呢球好啲啦都，再嚟，压压停，个波停咗啊，阿豪。你睇住，你而家系咁停咗，唔停嘅。我哋要嗱升高，跟住个波嚟嘅时候，我哋拉下，唔会俾个波停嘅。我哋冇停嘅动作，因为当你好似踩单车咁，你一停低嘅时候，你平唔平衡到？你要重新再揾个平衡，唔好俾自己停，明唔明？压。shoot， 我哋接波嘅时候已经下拉，明唔明？接压系啦，嗱你咪冇停咯。再嚟升高重心压系啦，你唔好揸死个波 feel 到。再嚟升高重心压系啦 ，good。再嚟 mark foot， 嗱即系停，只手又松啦，系咪？呢只手又缩埋啦，系咪？明明再嚟高压系啦，高得滞 ，CM 摆翻低少少个波系啦，压 good， 再嚟打开系啦，压 good， 再嚟系咪好似冇感觉咁啊？系咪好自动啊？而家系啊，因为你所有嘢喺前面准备好啦嘛，你唔会慢慢摸个波啊嘛，明明压个碗嗱，你而家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咧，你个力量会加强咗嘅，其实成个动力你会强咗，因为整体咗，而且冇停，
冇攞個重心。嗱，你依個時間波，你咧就要加強手腕嘅下壓啦，一個向下嘅直線，我哋係要拉個波落嚟，明唔明？因為我哋已經係好大嘅力量壓向上拉，拉佢落嚟。压系啦 ，good ball 嚟，我哋好，你要记住，我哋接波嘅时候要吸个波，波吸吸佢落去，系吸佢落去，再嚟 ，ready 吸佢落去，系啦 ，good 呢球好靓，再嚟 ，ready 停，手腕松咗，再嚟个，你手腕边度屈腕啊？系屈住压停，个波太低太低，你唔入系有原因，喺呢度压完喺呢度。在呢度接呢度合球受攬，再嚟个压，系啦，嗱呢球就顺翻啦，一再嚟压，二唔到添，再嚟拉屎压，嗱呢球又停咗，你唔系吸个波，俾多球佢啊 ，CM， 好停，新歪，系都话 Nike 唔得。OK， 到 CM 嚟，慢慢系有啲时间嘅。呢、這个打开嘅手，再嚟高压，系啦 ，good 压太大啦 ，CM 个左手唔好抹太大。打开得啦，系啦 ，good。但你咧隻手咧唔可以喺呢度，OK， 喺翻呢度，即系咧我哋喺呢度，唔好太过大呢度，但我哋要打开个胸，明唔明白？唔好咁样扭碗，有好多人咧咁样扭咗个碗，而家系直嘅，手腕系直嘅，而家系咁样。你手腕是直，但是当你一伸嘢，手就会往左。记住呢个球体嚟噶，球体啊，任何一点啊，都是中间嚟噶。你唔使刻意攞个波中间噶，你攞任何一点啊，你都是中间噶。你知唔知啊？最紧要系你佢即辅助手同佢嘅配合。你就個波一定喺中間，唔好扭個碗攞個波中間咁愚蠢啊！再嚟壓，嗱呢個跳高係咪？我哋記住升高核心係啊，核心有上嘅，拉上去波波吸落嚟，明唔明白？高，升高重心压，系啦 ，good， 明白？再嚟升高压，嗱呢个系跳啦。点解你会跳呢？锁咗只脚，喐住啊，明白？高压停，冇屈腕啦，系咪啊？冇屈腕啦，系咪？睇都睇到啦，再嚟压，系啦，阿豪交波系啦 ，OK， 继续用你方法交得噶啦。系啦，都系有少少跳啊，升高，你停，唔好只脚要喐，系啦，高，系啦，压，唔好跳。嗱，我唔太建议跳嘅，跳咧我哋切入为主嘅，即系我哋咧一跳切入嘅啫。但系我哋如果投篮嘅话咧，我哋其实唔系跳，波系压。但系你系嗱，啱啱呢个系压，好似都系跳系咪？呢个系跳啦。你会再平衡过一次，明唔明白？记住，我哋喐住喐住压，明唔明白？喐住喐住压，得唔得？
OK， 壓係啦 ，good， 好啲啦，呢個係壓啦，係啦，呢個係呢個係跳啊，不過壓啊呢個都係跳啊，壓壓壓係啦 ，good， 呢個壓啦，明唔明？係啦，屈腕停。嗱 ，CM 有個問題啦，就係亦都係有好多人嘅問題嚟嘅。CM 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波接完咧，隻手喺呢度。有咩唔好呢？嗱，呢個係 one motion， 你係變咗佢成日大力得滯。one motion， 我哋係喺呢度出手噶啦，所以咧我哋會用到肩膊嘅力量。我再講多次，我唔建議用肩膊力量，因為好難控制。你想用肩膊嘅力量嘅話咧，冇問題，加強手腕下拉嘅力量，下拉，明唔明白？即係我哋係壓手腕拉翻佢落嚟，你要拉佢落嚟。你見 Trayan 都係咁嘅，壓拉。是不是膊头加手腕很大的手腕力你都得的，但是如果你想中距离用 1.5 的话，所以你看 Curry 很少射中距离， Trayan 都在这里 FOTA 或者去交波，就是这样，明白，就是他们技术会有配搭。好了，如果我们接球好像刚刚豪那样接球，记住我们是压压个波压的时候，我们这里压完其实他没有动，我呢度壓完，我冇喐嘅，但系我个身体壓咗落去，所以个波会喺核心位置。波喺核心位置，左手拎上嚟，我哋要手腕系微微向下嘅，大约呢度落去大约30度度，轻微向下。因为波，如果你呢个位置向上，而你唔系呢度出手，你再往上举嘅话咧，个波就会向后跌噶啦吓。就好似我而家咁，会有向后跌嘅，会有向后跌。个波嘅中线会落咗喺呢度，你就会有甩手，明唔明？所以记住，我哋系向下举上嚟落腕，向下嘅，睇多次，手腕接。压完向下，我哋摸个波顶，左手拎上嚟，右手投篮，波射翻入先，压右手投篮，明唔明白？再睇多次波，压落腕，得唔得？向下，你托上嚟嘅时候，就会条中线喺翻呢一度。而佢嘅下面就係膝蓋，用核心保持力量傳送係直嘅，明唔明白？你接完波嘅時候出嚟隻手，首先唔好去喺後面啦，喺前面，然後微微向下喺核心位置，然後向上舉，得唔得？試下嚟向下，好啲，好啲啫，向下再低少少，低少少，係啦，左手低少少，係啦，呢球好啲。好啲啫，都系左手低少少啊，高，唔系接球嘅时候，唔系，记住我哋系打开接嘅时候向低少少 ，good， 落腕落腕，你要加强你嘅手腕，因为你偏向 one motion， 系啦，加强手腕 ，good， 加强手腕，系啦，加强手腕 ，good， 手腕再劲啲，系啦，咁都好嘅，我哋一个 1.5 一个 one motion， 有两类学员啊。加强手腕 ，good， 呢球 perfect， 加强手腕，系啦，嗱，咁我唔刻意改佢，你嗰个 1.5， 你用翻呢度冇问题，波，但系加强手腕，拉佢落嚟，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 1.5 其实好啲嘅，明唔明？我自己知嘅，我稳定系 1.5， 即系射得远，我可以 one motion， 咁跟住咯，我哋讲右边点接咯。好啦，喺右边咧，我哋接嘅方法其实都一样，但系今次咧，我哋咧即系左手就唔系用左手接啦，但系我哋都要左手打开，我哋唔系向环打开，但系我哋要打开个胸，形成一个三角形。右手接 ，OK， 嗱，睇住喺呢一个角度。
我下盤咧係對住個框嘅。下盤對住個框，身我哋向呢邊扭嘅，明唔明？嗱，我而家重心往緊前啦，唔好俾自己重心往前，所以應該咧一隻腳前一隻腳後，身體會喺中間。我哋喺呢個姿勢上邊，我哋身係對住隊友，左手同左腳係乘住一條直線先對準個框。扭腰波升高重心是啦是啦拉压明明都是这样对着压 shoot 我们右手都是屈住碗的啦打开是不是喐压 shoot 得不得喐不要被自己企定是啦压 shoot 明明白右手都是这样传的明明是啦压 shoot 都是压下去的啦但是右手接会比左手接难，认真讲。所以左手记住，打开个胸，在翻只脚嘅上边，波 ，ready 好噶咯。我哋就系右手接射波，得唔得？试下交右手啊，因为呢个通常咧有敌人喺度，右手冇，系啦，压 shoot， 明唔明白？右手屈住，系啦，对住佢压 shoot， 哎，呢个歪咗啦我。明明白，右手對住佢屈定碗，都是呢個手壓 shoot， 明明白，得唔得 ？last 一球，係啦，壓 shoot， 明白未？試下咯，你哋呢邊咯 ，shoot 壓，係啦 ，good， 波壓，係啦，喐，係啦 ，good， 好靚啊，嗱，射得好 smooth 啊，再嚟 ，good， 再嚟 ，good， 嗱，呢個係少少歪咗係咪？因為咧變咗踏步，唔係壓，壓落去 smooth 嘅，係啊，停，手腕。是啦 ，good， 再嚟一球入埋佢 ，good shot。好，调转 ，CM one motion 代表，停，左脚对住先，你记住我系扭腰嘅。我哋扭腰，我哋腰系对住佢，但系脚要下盘压你啊正翻嘅，因为你嗱记住，你扭腰冇问题，一用力佢就翻嚟噶啦，所以我哋核心接嘅，唔系踏一步啊 ，OK go， 核心系啦，加强手腕嗱，接得唔靓啊，再嚟个波屈听，手腕松晒系咪，脚亦都冇做好啊。嗱，呢個咧亦都係好多人犯嘅問題，係咪？你成個身向住咗佢，我再講多次，睇住，我哋咧唔使咁嘅，明唔明？你而家成個身向住咗佢，明唔明？我哋下半身對住嘅，微扭得噶啦，係啊。嗱，如果佢後咗啊嘛，後咗你喺前面都接唔到噶啦，你咪拉後咯，明唔明白？我哋應該係咁，因為我哋應該係呢度接，因為人哋會封你波拉噶嘛。呢、这個亦都係二一二個位啊，明唔明？係啦，明唔明？再嚟，係啦，側身接壓，係啦，呢、这個動作好啲啦，再嚟。但係個碗咧又係做得唔好嘅，屈住壓聽，左手冇打開啦，睇唔睇到？三角形 ，go，
嗱，呢個咧，你聽到嗰個聲咧，就知佢擋咗個波啦。佢唔係吸個波啦，係咪啊？吸佢落去，打開左手吸，係啦 ，good ball， 呢球好靚啊！再嚟，九壓，係啦 ，good， 哎呀，執死我啊！踢手冇咗啦，隻手腕又係咪啊？再嚟，手腕冇咗，踢個身向錯咗啦，側身接。压系啦 ，good， 再嚟呢球直嘅，再嚟入佢，停。你而家向住咗呢度，所以你错，系啦，只脚唔使拉咁后，系我哋侧身接到个波噶啦，系 go， 系呢球有啊，啊又唔入，压，放松，唔好硬，开始硬啦，嗱，因为 CM 佢系一个体能怪物嚟噶，你见佢开始用紧肌肉嘅力量啊，字母哥咁啊。是不是用回筋的力量放松屈腕是啦停左手未打开最后一个左手打向前左手向前停停停左手左脚的上面是啦 good go 屈腕右手是啦 good 接压再来再来再来压下去接手腕是 good shot 这球终于入了再来不是很用到手腕都用手指压停坐低了最后一个升高重心是啦好锁了隻脚不要锁自己隻脚是啦 good 你球有是啦因为呢你前面那个姿势做得好呢你后面的姿势呢才会入的做好它升高是啦压 good shot最后了记住我们 ready 好你前面用核心去接波远都是这样的波压 shoot 明白吧这球不入好再来 free time 是了压 shoot OK好今日完